这是美人松公园，这边空气凉凉的，没什么人，很悠闲。前面是金水鹤酒店，那边是可以坐去机场的班车的，然后这里是自行车出租点。这边路边有很多的百家姓的石头，用永安行租了一辆自行车，一个小时1块钱，然后去了金水河酒店问了一下，去机场的大巴傍晚的是5点半一班，只要提前10分钟到那边酒店跟旅游公司的人买票就可以了，不用提前买。现在我们骑车去那个步道，那个就是架在空中的玻璃栈道。今天的天气还是凉凉的。Go！这边松树有长白松、美人松，还有红松。长白松、美人松比较东北的春夏。这边夏天避暑挺不错的。我问司机，大概这边房价6500。天空好蓝啊！那我可以。葫芦娃、啊。爷爷在哪里？中间是个蛇精，哦，还有一个蛤蟆精。我来揉揉它们，快张张。哦。在拍。嗯。拍的视频。嗯。我还要拍个照片。嗯。宇宙大爆炸，盘古，走下去。那这边是不是有女娲娘娘什么的？这个。前面还有一个 location， 这边公园的雕塑都还不错。这是一匹马，这边一只啄木鸟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两只鸟，好像大鸟在喂小鸟，这是两只吃草的马。我们现在要上栈道了，在上面能不能看到长白山？上去试试看。OK， 这边是栈道入口。白色的。这块就不开放吗？我来问一下。这边木头。那昨天下了雨的话。你问问看。我在那里拍照。好。如果开放的话，我们赶过去应该还能来得及。这边的地板都是实木的，都很好，这种木头。哇，屁股这边美呆了。太冷了。要拍到雨。这个下面是空的。
腿有点抖，如果往下看，如果我不往下看，往前看的话还好。大致方向是那边吧，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哪里。走，小树。这个玻璃栈道好高啊！玻璃好吓人，我也感觉它在晃，就风吹了之后它在一晃一晃。对，长白山，长白山上还在下雪，这里应该就是长白山，可以看到吗？放大一点，白头山。哦，它这个那边叫美人松国际雕塑园，这叫廊桥公园，是两个点。这边可能喂的人少，都不知道了，好小。有了吗？嗯。啊，没了。哟。魔幻。这边有一派志愿者。欢迎我们下去。嗯。走得像那边，还有小鸭子，这来不及喂，幸好带了一大包。这个鸭子就不互相打架，有没有拍到照？有没有从那边拍一下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
差不多了吗？你要到那站到哪？今天管后面的都是小的，都被鹅抢走了。好怕他们。不是鹅的领地，所以他们不敢来。因为我一直在说话。他看你的时候会把脑袋一歪一歪。我们今天又来吃山顺烤肉了，这个是牛肋条。这边这个酒店感觉在楼顶可以看到长白山，叫长白天地。丛林探险现在开始，长白山森林生态。阔叶林，这个是哦，这是一头很大的鹿。好大！我有蛤蟆跳出来。这边都是植物。哇，这么多！那边白色的就是瀑布，我们去的北坡那里，然后旁边有一条越野车上来的路，这边是北坡。绿色的那条线就是跟朝鲜的分界线，有一半在朝鲜那边。这是一个很长的往上的坡。感觉我们已经差不多往上，可能走了个三四十米、五十米，但是还在往上，一直到天边。好蓝啊！这边这一条大道向新区，然后沿路都是各个政府单位的楼。条路都是政府的楼。我看到了，有。我们清楚吗？是在回班机，回浦东了。还有个小插曲，用护照买了，然后这边改为身份证很麻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，如果不行的话就。如果买错的话，可以打客服换，早一点打。还要发邮箱里面，然后身份证、护照都要发进去。好了，我们到上海大概要11、12点了，然后就住一下酒店，明天早上回去。拜拜。
要去3楼25号门等酒店的车子。